统一的茄黄面，我这个是番茄鸡蛋的。你如果特别喜欢吃那个番茄的浓浓的汤底，你一定要尝一尝这个茄黄面，无论是牛肉面还是这个鸡蛋面都超浓郁。它这里面都是带有这种大块的鸡蛋的。就这一份再握个鸡蛋就吃的挺饱的了。哇，这个是溏心的，你看它这个汤底超浓，如果你放的水少的话它就是那种粘稠的状态，我这个放的水比较多，因为我喜欢喝这个酸酸的汤。他家的这个面饼也特别的滑，特别的弹。我第一次吃这个在超市买的，我还说呢，我这什么泡面怎么这么贵啊，20多块钱一包。但是它真的值这个价，它里面这个番茄的汤料包它约等于一颗番茄的那个量，所以说它这个汤底特别的浓。就这个面你每次吃完你都会忍不住的想把这个所有的汤都给它喝掉，它真的很好喝。那下面都是大颗的鸡蛋。